级汽车。冰企鹅大作战。Cool! Yeah! 嘿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哇，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弹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！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他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科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土地挖掘机，酷宝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嘴唇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！春飞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撞不开。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卷两卷云云云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准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，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动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。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网困住你。挖掘机呀，砰砰砰，冰墙倒下了。企鹅企鹅大喷嚏，啊，冻住了。气死我了！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危险的兔子车。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，
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，哼，想得美。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进车哔哩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炮砰砰砰！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，别转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击来包围，绝不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。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
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燃烧！森林危险！危险！危险！赶快救援！救援！加速向前！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。第五！灭火灭火，打水炮砰砰砰！哇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哎，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，到处蔓延，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。不断倒下，救援，需要救援。张开翅膀，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。开启雷达，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。抬起水泡，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